要如何开始呢？首先，辟谷的前期不要刻意减少自己的饮食，饿了就吃，不饿可以不吃，正常的吃饭就好。这样的话呢，在辟谷的时候我们才不会感到饿。辟谷期间正常的生活工作，很多人在辟谷的时候都有这种想法，我都不吃饭了，哪来的力气干活呀，我必须得躺着休息。其实没有那么严重，我们的身体是非常的智慧的，完全可以出去走一走，可以正常的上下班。反而我们一味的躺着休息的话，会让身体呀更加的乏力不舒服。辟谷也不是什么都不吃什么都不喝，如果你没有达到很好的辟谷状态，可以喝点水，吃几颗红枣，它不会影响到你的辟谷状态。最后记住哦，辟谷是需要学习的，不是头脑发热一上来直接不吃不喝，从准备辟谷到辟谷期间再到复食，需要循序渐进，学而时之，千万不要盲目的开始辟谷。